装习惯男厕啊。我那箱子的钱。我的包吗？我这里待了一年半。你在录影啊？清水或者那个这个台中港那边呢、啊，还有是那个什么那个医院呢、啊，他那边也很大，所以应该呀、啊、可以考虑中部方面的，因为台中是台湾。全国的这个中心点啊，不要一直在这个台北，或者高雄南部方面哦，应该去展览一下，这个是我的意思，谢谢各位。